好，我们接下来要转换的心情，我们来看看艺人李玟 Coco， 他在今天举行了告别式。那我们知道，因为家属选在今天哦，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注目，而且很多的粉丝是直接飞到香港来参加，很多人都泪崩了，因为 Coco 李玟真的是很多人的开心果，因为他很尝试让自己的这个开朗形象在外头，但是很多他内心的苦都不愿意告诉别人，他自己吞。所以在今天大家也很关注说他的老公丈夫 Blues 有没有来，有来，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就是 Blues 的两个女儿，他们是坐在第二排哦，没有入到家属席。但是哦，李玟的二姐哦，这个李斯林也有说，她尽量减少说话，她说因为很难装快乐。那这句话一出，大家也非常鼻酸。天后李玟最后一里路，丈夫 Bruce 与两位继女还是现身追思会现场，要送 Coco 最后一程。李玟二姐 Nancy 李斯林则在会上致悼念词：难装我快乐跟松勇，我借用我妹妹以往很爱说的一句话，每次她去演唱会都会说：今天你可以选择去很多地方，但是你选择来这里。所以我谢谢你。已故歌手李玟追思会31号下午举行，这段近十分钟的回顾影片让人忍不住鼻酸。妈妈，我想你，妈妈，我爱你，你是我的一切。小时候，一切都是姐姐跟妈妈保护我，把我养大。要让大家知道李玟是个善良热情的人之外，更是一位音乐传奇。Coco 从镜子后面探出脸，我一直记得那张脸。这几天一直重复想，是个小女孩的脸。恩熙姚谦回想过往，忍不住哽咽。上台致辞的人讲出每字每句都令人心痛，但要把眼泪化成祝福，好好说再见。TVBS 新闻张家宝、张博君香港采访报道。好，很多人看得真的很鼻酸哦，因为今天这个是他的追思，他的告别，那在明天他就会羽化，所以很多人来送 Coco 李玟最后一程。好，当然我们也有看到是萧亚轩哦，很多这个艺人大咖都有去，萧亚轩也到了现场。那萧亚轩也在现场致辞告别的时候，他透露说，其实他一直对李玟都是当偶像在看，就有一次在小巨蛋这里遇到这个 Coco 李玟哦，李玟就说啊，终于见到你啦。他还说 Coco 李玟真的对他是一直都打气的。我们来听听萧亚轩的说法。之后我们也是常常，他就留一个语音说，不管怎么样，你把我当作我是你的大姐姐，你就像我的小妹妹一样，什么事情都跟我说。我会保护你，就我们两个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一直跟你聊。后来，你知道，我从小就单亲家庭，所以我一直是长姐，我一直都是一个姐姐，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你是我的小妹妹。你把我当作你的大姐姐，你知道那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平凡，但在我心里面刻下很重要、很重要的这几个字，也让我对她开始真的有什么事我就找她，真的有什么事我跟她说，我们彼此把心里面最深处不管什么事都分享，这些我也会都留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回去听她的语音，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一直不能接受，但我只能记得，而且我会继续做的是他告诉我的，叫我要坚强。他把他的快乐跟他的勇敢，一直不断的照亮给我。我一定要把这个他的精神一直保持下去，而且 I'll keep on dancing, singing for you, and shine for you。你是我的巨星。我永远的天后的天后，我的女神 ，You're my everything, I love you。你在天上做天使，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一起当天使见面。I love you, Coco, forever。谢谢。
我们看到萧亚轩哦，真的是相当的哽咽，因为他跟李玟之间的感情哦是无法外人言喻的，我们就真的知道说他们有很深厚的感情。好，当然另外一位跟 Coco 李玟也有很深厚感情，就是珍妮。好，珍妮其实是大家都非常敬重的演艺圈前辈哦，她歌唱的非常好。那她这次也是担任李玟的扶灵人士哦，那当然这关系是可见非常的好。那珍妮原本她在行事历上面，她之前在脸书就有曝光说7月31号她是要跟 Coco 晚餐，虽然我们两个人早就已经定好今天这天要来吃晚餐，但是前面李玟先走了，所以让珍妮非常的不舍。我们再来听一下。今晚我同佢约咗食饭，就系而家。我好唔中意佢用呢啲方式嚟同我见面，我好嬲，我唔欢喜，佢令我好心痛。我跟他认识大概20年。可是我们不是常常见面，我们用电话、用写字，互相的关怀，一直保持到现在。我喜欢他，他对事业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专业，光芒万色。他对家里面是那么的孝顺，她姐妹那么情深，她对她的朋友像阳光一样的温暖。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July 5th, it's my daughter's birthday. 她选择这一天的离开我们。他跟我开一个很大的玩笑，我也不喜欢。以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我是要做生日，还是要做忌日？他不该跟我开这个玩笑，日子怎么过？今天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想要，也是特别来送他最后的一程，所以我知道他会到另一个极乐世界去做一个可爱又美丽又快乐的天使，从头开始。好，我们刚刚看到珍妮，看到萧亚轩哦，都对 Coco 李玟相当的不舍。其实很多演艺圈的这个艺人，他没有办法出席，也都用了影片来追思 Coco 李玟哦。那当我们要连线我们在香港的这个娱乐组的文字记者江伯君哦，他带我们现场掌握最新的状况。伯君好。好，伯君，我们其实有看到说，现在李玟告别式的最新现场。好，伯君，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说，这个不露死他其实也有到现场，跟他的两个女儿哦，也就是李玟的继女。但是哦，他现在这个状况哦，虽然在场合上面看起来表情是蛮哀戚的，但问题是，刚刚我们看到最新是大姐、二姐突然在现场抱住一个男性的朋友，还大声的大哭说他害死了我妹妹。这个他害死了我妹妹，他现场有一指谁吗？伯君。错，因为其实这个消息也是刚刚我们在稍早的时候得知的。然后因为他其实刚刚下午的4点到晚上6点的当中的这一段时间是亲友他们非公开的祭拜时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从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二姐李思琳她上前拥抱的时候，她在致辞的时候呢，其实她的心情就已经非常的波动。她说她没有办法讲太多话，她也没有办法假装很开心。可是没有想到在刚刚
稍早的时候呢，她情绪溃堤，抱住了男友人，说都是她害死的。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她这个她没有讲得很明确。不过确实，我们在大家目前我们所得知到的消息，就是其实李玟她在生前跟老公 Bruce 的状况似乎处得没有说很好。再加上呢，其实在今天的告别式上，原本有传出说 Bruce 他可能是要上台致辞的，但很显然的，我们从刚刚两小时的这个典礼当中呢， Bruce 他是没有上台的，虽然他是有现身，不过他跟两位妓女都是坐在第二排当中，看起来神情是非常哀戚的，那他们也没有讲太多话，甚至连致辞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其实呢，二姐我们透过直播是有录到说，二姐她说她害死了我妹，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她意有所指，她并没有讲名字，不过随即这句话一出来之后呢，马上讯息就断了，音讯就断了，马上被切断音源，这让大家很好奇说，这个二姐她的情绪是不是非常的波动。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是在殡仪馆的外头哦，那二姐她人还在上头，至于说她的情绪现在有没有好一些，我们 TVBS 团队如果等等有机会再来为您做掌握。好，伯君，我们其实也有看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很多艺人都有到现场，但是有很多人是用这个 VCR 来进行这个追思。那艺人哀悼部分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呢？包含我有看到王力宏他有拍影片哦，甚至张惠妹也有拍影片，他们各说了些什么呢？没有错，因为其实这一次特别来到这一边的追悼的艺人，我们刚刚看到台湾人最熟知的当然就是 Elva 萧亚轩了。其实 Elva 他刚刚进去的时候呢，他今天是以全黑的西装现身，进去的时候是不发语的，不过他刚刚出来的在里头的典礼当中他是有致辞的，不过他整个人是痛不欲生。刚刚我们所播出的片段当中也有看到他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把李玟当作他自己非常亲的姐姐。对，那么其实他刚出来的时候呢，刚好我们有机会可以问到 Elva， 然后问他说他现在心情怎么样，他说确实有平复一些些，不过随即他就上车了。好，除此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艺人，因为 Coco 他的人缘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艺人呢，他们是特别录制影片，包含刚刚一轮所提到的阿妹，还有张学友，像是王力宏、吴青峰等等这一些非常大咖的艺人，他们其实都很思念 Coco 他的离开。那么当中其实还包含了阿妹，阿妹其实在李玟事发之后呢，他在他的新加坡演唱会上，他就有演唱他的歌曲《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用清唱的方式来感念 Coco 他的离开。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阿妹呢，她在今天一早的时候呢，她就有送到花篮，送到香港殡仪馆这边的现场，连同她的经纪人陈振川。而这个阿妹她上头的花篮，她只有短短写的四个字，她说你是永恒。所以你看这四个字对她来说非常的沉重。那么其实她也有说，她在这个影片当中她有提到哦，她说 Coco 你就像是我的亲密战友，你的歌声让我们全世界都有了色彩。所以说其实她跟 Coco 这一份关系是很难言喻的。那么其实包含了 Jolin， 我们刚刚提到她其实有现身在影片当中，还有包含王力宏，甚至她说她人生的第一杯星巴克居然是李玟请的。所以李玟她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也难怪大家非常思念她。好，谢谢伯君在香港这边带我们掌握最新的状况。那当然，今天的这个李玟告别式，很多人都很关注，因为看得出来李玟在演艺圈的好人缘哦。而且我们来看到这个图，这其实是粉丝送的花篮哦，所以不止这个大咖明星是为他哀悼。这个祝念还有包含了粉丝哦，其实都有送别他。那包含是中国大陆这边有数百位的歌迷都到了殡仪馆的现场，他们想起过往跟 Coco 李玟的互动，痛哭失声。有没有什么话要跟 Coco 说？全身黑下车，将要负责扶灵的女星珍妮，在女儿陪伴下快步走进香港殡仪馆。这几天心情有比较平复一些吗？工作人员团团包围，大陆歌手韩红也现身李玟追思会现场，或许是因为太悲痛，面对记者提问不乏抑郁。Elva， 台湾女星 Elva 萧亚轩也戴着墨镜接力到场，特地飞来悼念。无法到场的艺人包含阿妹、郭富城、张学友、莫文蔚、侯佩岑等人，则致赠花篮，致上心意。痛心李玟的离开，大陆有多达上百名的粉丝特地飞来香港送她最后一程。除此之外，他们还自己集资制作了超
巨大的两个横幅，而就挂在殡仪馆的正对面。北京、天津、河北、重庆、四川、上海，嗯，对，因为很多很多了，很多了。嗯，和 Coco 见面也不是第一次了，平时包括每次歌迷聚会，我们都非常的亲近，啊，和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大陆粉丝到场的粗估至少500人，眼里的李玟就是一颗璀璨的星星，对待粉丝就跟朋友一样。面对偶像的逝世，至今难以接受。这一个月都是黑暗的，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去年，他来西安录央视的七夕活动的一个节目，我就在他身边，他就在我身边，我拉着他，我们还约定要听他唱歌唱到80岁。没事。痛哭失声到只能靠在朋友肩上，另外也有数十位台湾粉丝特地飞来带了纪念小物，就怕眼泪随着音乐不停落下，曾经最爱听的歌现在再也不敢打开，大家聚在一起送别，希望天后能一路好走。 TVBS 新闻张家宝、张国军香港采访报道。好，我刚刚也看到留言是哦，威廉谢说这个伯君是在香港来连线，没有错，伯君带我们在香港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状况哦，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问说，其实今天是李玟的告别，是很多的艺人还有歌迷都到了现场，那明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伯君。好，没有错，因为今天31号呢，香港很特别，他们这边的习俗基本上告别式都是举办在晚上的。那么从今天的下午4点开始，告等等的晚上的10点钟，我们刚刚提到了由家属非公开的悼念时间，从6点，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一路会到晚上的10点，就是否在场的所有的粉丝，基本上这个所有我在我后头的全部都是来自中港台的各个将近是上千名的粉丝来到这一边。那么等等呢，其实我们连赛场的媒体他们都是安排时间让我们上去跟 Coco 说说话的。好，那么今天31号的告别式行程告一个段落之后呢，紧接着就是明天了。明天也很重要，因为其实从明天的早上10点半开始左右呢，会有一个大殓仪式。那么其实讲直白一点，就是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 Coco 他的遗体会来进行处理哦。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明天的早上他会有一个仪式呢，是把 Coco 呢从这个殡仪馆里头给送出来。那么现场这边在北角这边的所有的粉丝媒体呢，我们会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那么上了车之后呢，他就会到附近大约是4-5公里处的这个火化场来进行最后的处置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大约是在2-3个小时，那么一切就会告一个段落。不过目前呢，我们刚刚有询问到家属，他们并没有说他的长眠地，甚至是说这个火化的地方会在哪一边，所以呢这个新的消息呢，我们稍晚还会再持续来为你做掌握。那么一共是2天的这个 Coco 他的告别仪式，目前大概是这样子，也就会告一个段落了。好，送 Coco 李玟最后一程，我们 TVBS 还是会持续在现场为大家掌握。那谢谢伯君今天带给我们的最新消息。好，我们当然还是要关注到 Coco 李玟告别式上，其实有放一个 MV， 这个 MV 是回顾李玟这一生哦。其实他一生也算蛮精彩的啦，带给很多的歌迷哦开心快乐，甚至他就把自己的形象哦，开朗的形象、阳光的形象展现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滚烫的乐章在微声中流转，你已经给过就不算遗憾，在放不下的山川才笑不过一颗尘埃，都值得被缅怀。亲爱的，我是 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我会加油。那这段时间呢，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我非常想念大家，我再努力，想念你们，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爱你。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
beautiful and very thoughtful. Love you guys.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划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